觉得当今世界啊，它面临一个困境，而我们的这个东方智慧、东方文明，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的困境非常重要。大家知道啊，孔子是中国文明、东方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源头之一吧，最重要的源头之一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这因为呢，既是呢人与人个人之间的一种相处之道，也可以上升为啊国家啊种族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。倪山的名字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意义，就是他把孔子的思想，把我们东方的思想向世界扩散。这种东西，如果世界能够理解，对世界和平将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。